今天要分享的是，之前玩具方程快闪店限定的满额赠品啊，满2000块就可以拿到的本田汽车的 CRZ 系列的金色版，然后好像只有一个版本啊，好累啊，刚刚跑去丢垃圾。汽车内容是这样，好像是警车吧，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然后注意看后面是这样，然后加油孔在这里，然后驾驶座可以看到是属于左驾的部分，这边是右驾在这里，这边是这样。这是玩具方程圣诞节快闪店的多美汽车节的2000元的赠品啊，下面这样，然后车底可以看到是2010的车底啊，不是说本田 CRZ 这台不好，而是想说都做金色了，为什么不做个兰宝基尼那种跑车版的会更让人家喜欢啊？因为后来好像出这个系列，特地为了这个去搜的，我看好像也没几个人哦。新生店好像还有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去购买。只要购买多美系列的商品，满2000就会赠送这一款商品。我建议是购买这一款，满3000是最刚好啦，会拿到一台这个，然后又有3000，又有那个 T 君的运输车啦，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啊，本田 CRZ 的金色车底。